上课的赶快把用具准备好。结合了磁力、吸力、收纳的功能哦，而且吸盘承重的重量约5公斤，所以不管多大力操作，它都不会乱晃。这样上课就可以快速的把用具准备好，而且也不用担心就是脚架它会滑掉。当然哦，而且它一提就可以走了，你看。首先先把四合一脚架展开，将脚架两旁的强力吸盘固定在桌面上，左右两旁都可以放置用具，还有抽屉的功能可以放小物件，再架上要操作的假人头，就能方便的操作。收起来也只需要把强力吸盘拔起，组装起来就可以一起带走咯。